砖键。砖键最主要的成分有大豆和吉林人参。大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纤维和植物营养素。大豆的蛋白质是肉类的两倍，牛奶的12倍。对于爱运动的人，大豆蛋白质能够帮助增加肌肉质量，维持和恢复肌肉纤维的健康。大豆对于成长中的小孩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，它能够帮助小孩肌肉的生长，也有助于提高记忆力、学习能力和增加活力。大豆的植物性激素能够帮助预防乳癌、子宫癌和前列腺癌。大豆的植物性激素也能够增加人体对钙的吸收，增加骨质密度，有助于预防骨质疏松症和增进骨骼健康。对于年长者，大豆能够帮助预防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。砖键所采用的是完整性的大豆蛋白，它与市场上的大豆分离蛋白不同。大豆分离蛋白是透过化学和生物过程中分离而出的粉状食品，它缺少了大豆所拥有的有益成分，所以在追求构建肌肉的同时，保持健康也很重要。砖键含有吉林人参，吉林人参自古即被视为上品，它能增强体力、减轻疲劳、抗癌和抗肿瘤的作用。对于爱运动的朋友，人参能够帮助他们保护肌肉因运动引起的氧化压力，减少肌肉损伤和炎症，并且可以延长运动员的耐力。人参也能够帮助年长者所面对的各种老年问题，比如嗜睡、关节炎、生殖系统问题以及更年期症状。砖键结合了大豆和吉林人参的营养精华，每天饮用能让身体身强体健、精力充沛，增强人体的免疫力，对抗疾病。所以砖键是男女老幼都适合饮用的营养食品。